佛顶光具悉旦多波达拉，秘密切脱微妙章句。若难是佛顶光具，这是啊，这个佛顶光所记具的。悉旦多波达拉，秘密切脱。这个悉旦多波达拉，它是那个大白伞盖。这个大白伞盖呀，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，保护一切的众生。是秘密解脱，解脱呀，就是重诵，就秘密的，因为这个咒里边呢，有几处是重复的，所以呀，也好像那个重诵的偈一样，微妙章句。这个章句呀，是最微妙的章句。昨天不讲这个章呢，就是一大段。好像一会一会的，啊，这叫章句呀、啊，就是一句一句。出生十方一切诸佛，十方如来因此咒心得称无上正遍知觉。这个咒啊，它生出来十方一切的诸佛，所有的诸佛呀。都是从这个咒里边呢产生出来的，所以呀，这个咒可以说是一个佛的母亲。十方如来，我们十方啊，所有的如来，因此咒心呢，因就是借着啊，这个楞严咒，得成无上正遍知觉。就得成啊，没有再比他再高尚的，这正遍知，正遍知啊，怎么叫正知呢？正知啊，知道啊，心生万法，这正知。怎么叫遍知呢？啊，又知道是万法唯心，万法呀，唯心，心能生万法，这正知，万法唯心。遍知，这种的正遍知觉，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降伏诸魔，治诸外道。这个咒心呢，这个楞严咒，因为是佛肉髻顶像啊，用百宝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。在这个宝莲花上边又有一个佛的化身，说的这个楞严咒，所以这个楞严咒啊，是十方如来执此咒心，这是咒的一个心，也就是心咒，佛的心咒也是啊，佛的咒心。十方如来执此，就是啊，执持这个咒心。降伏诸魔，制诸外道，就是用这个咒心呢，来降伏一切的诸魔，制诸外道。所以呀，一切的天魔外道最怕的就是这个楞严咒。十方如来称此咒心，作宝莲花应为尘果。这个十方的如来。啊，称此咒心，称啊，也就是啊，前边那个，也就是借着的意思，啊，仗着这个咒心呢，来做宝莲花，做大道场，宝莲花，而做道场，应微尘果，他这个应身呢，能到微尘数这国家那么多，都是啊，凭着这个楞严咒心的力量，十方如来舍
凡此咒心与微尘国转大法轮，这个十方的这个如来含此咒心，也就是啊，用这个咒心与微尘果转大法轮，去转法轮教化众生，也仗着这个咒心，十方如来持此咒心，能与十方摩顶受记，自国未成，已与十方蒙佛受记。十方如来啊，持此咒心，他叫受持啊，这个咒心能于十方，他能在这个十方摩顶受记啊，在十方啊给其他的众生摩顶受记，自果未成，自己的果位啊未没有成就，已于十方蒙佛受记。你自己要是啊果位没有成的话，也就在十方啊得到这个诸佛给你摩顶受记。十方如来以此咒心能于十方拔济群苦，所谓地狱恶鬼畜生盲聋阴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无因之胜，大小诸横同时解脱，贼难兵难王难欲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应念消散。这个十方的佛呀都依此咒心啊，就是啊用这个咒心能于十方，能在十方啊拔济群苦啊，拔济众生的这个群苦。群苦啊有八种，就是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胜啊，这是八苦。又有拔难，拔难呢这个拔难呢是个很不好的。拔难是什么难呢？就是地狱难、恶鬼难、畜生难、盲聋阴哑难、悲剧泸州难、佛前佛后难、长寿天难，这叫拔难啊，还有世之变通难啊。拔难呢地狱恶鬼畜生，这是啊三种难。悲剧泸州难，悲剧泸州啊，这俺们这现在是南瞻部州，那么还有悲剧泸州，悲剧泸州的人呢是寿命很长的，他的寿命啊活一千岁，非常快乐的。可是啊最苦的地方啊就是不见佛不闻法不读僧，看不见佛听不见法啊，遇不着僧，没有僧人那个地方，所以啊那个也在八难之一的。地狱难、恶鬼难、畜生难、这悲剧泸州难啊，这是四种的，还有这个盲聋阴哑呢，这是五种的。五种呢还有这个视之变聪呢，这是六种的。佛前佛后呢，在佛前生的，在佛后生的，遇不见佛，这也叫难。还有长寿天呢，长寿天呢在那个天上啊那个地方啊也是寿命很长的，不过那也是不见佛不闻法不度僧，没有三宝，所以啊这都叫拔难。
什么叫世之遍聪呢？世之遍聪就是啊，世间所有的这些知识，好像科学、化学、声光电化这一类的，这所有的世人发明的，这就都叫世之遍聪。那么他没有个道理，他能讲出个道理来；没有个理由，他讲出个理由来。所以这叫世之遍聪呢。啊，还有这个这一切的苦啊，愿增慧苦。你对呀、啊，对于这个人呢，你很讨厌这个人，谁不知啊？你在这儿有这么一个人呢，你到另外的地方又遇到这样一个人，愿增慧苦，爱别离苦。你对于这个人呢，有一种爱心啊，但是环境使然呢，不能在一起，常常啊要分别，所以这爱别离苦，求不得苦。你啊没有得的时候，你想求求得到，这求而不得，这叫求不得苦。无因之胜苦，无因之胜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散受想行识这五种啊，知然而胜啊，犹如火光一样，这也是一种苦。大小诸横，大的横啊，小的横啊，这有很多种横。怎么叫横呢？横就是啊，不顺着死而横死啊，譬如被车撞死啊啊，或者呀这个楼倒塌了，被这个楼砸死啊啊，或者种种意外，总而言之意外呀、啊、死伤的，这就叫横。同时解脱呀，可是啊同时都能解脱啊，又有贼难，这个贼难也可以解脱，兵难也可以解脱啊，王难犯法了受王难，这也可以解脱。狱难，在这个监狱里头也可以解脱。风火水难等，饥渴贫穷应念消散，所有一切的难呢，你要能诵持楞严咒啊，这都会消失的，都会没有的。啊，八苦，八苦就是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这四种呢，然后再加上愿增慧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阴之胜，这合起来这八苦。十方如来随此咒心，能于十方至善知识四位等供养入意，恒沙如来会中推为大法王子。这个十方的如来呀、啊，随此咒心，他也是啊，随这个咒心能于十方，在这个十方啊，是善知识，奉是啊这一切的善知识，四威仪中，行住坐卧的四威仪中，供养入意，供养啊，这个三宝这种的仪式啊，非常的入意。恒沙如来，有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，会中推为大法王子，在他这个法会里边呢，推崇你呀、啊，做这个大法王子，就是、啊、第一个佛子。十方如来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舍受亲淫，令诸小乘闻秘密章，不生惊怖。这个十方如来呀、啊，他呀、啊、用这个也行此咒心，能于十方舍受亲淫，舍受亲淫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佛啊，他也有六亲眷属，
那么和他接近的一些个眷属啊、亲戚啊，他要先赦受他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就到这个鹿野园先度这五比丘呢？就因为这五比丘啊，就是他的许今生的亲戚和许氏的亲戚，所以他先度五比丘，这叫赦受亲因，令诸小乘，令一切的这个，即便呢他的亲戚堕落这个小乘，悉消小乘法啊，闻秘密藏，闻着啊佛所说的这个秘密藏啊，啊这个大乘法不生惊怖，他不会啊生出一种惊慌恐惧的心。十方如来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脚，坐菩提树，入大涅槃。十方的如来他怎么成的佛呢？也就因为啊诵此咒心。怎么叫诵呢？这个诵啊，就是不照着这个本字啊能念得出来，这就叫诵。你照着本字念呢，照着这个书本字来念呢，这叫读；不要这个书本字念，这叫诵。这诵十方如来呀、啊，他诵此咒心，成无上脚，他就成佛了。他成佛也借着这个咒心成了佛，坐菩提树，坐这个菩提树下入大涅槃。十方如来传此咒心，于灭度后敷佛法师，究竟住持严净戒律，悉得清净。十方的佛呀，他传授这个咒心，于灭度后啊，在佛的灭度后啊，服佛法事，佛主啊，他吩咐这个晚人呢，这个法事怎么样去做啊？怎么样究竟住持这个佛法呢？啊，严净戒律，怎么样严净戒律呢？悉得清净啊！因为借着这个咒的力量啊，都得到清净，都得到啊圆满。绕我说是佛顶光具波达拉咒，从旦至暮音声相连，字句中间一步重叠，经恒河沙劫终不能尽。假设呀、啊，绕我说是佛顶光具，就说这个楞严咒、波达拉咒。从波达拉咒，也就是这个坚固咒，也就是啊这个大白伞盖的咒，从旦至暮，从早间呢早晨到晚间，音声相连，这个音声啊也相连而不断，字句中间一步重叠，在这个字句方面呢也不说重复了，经恒河沙劫。经过的时间呢，有恒河沙劫那么多的时间，终不能尽，也说不完这楞严咒心这种的功德和妙用，说不完的。